新闻先关心来自嘉义市议会的消息，新闻来看是嘉北国小日前是伫咧校园内底来推行着品德大赛政策，就是讲学生囡仔如果犯错的，必须爱穿起着背带来担任着品德大赛，而且搁着爱征求20位无共班级同学的签名，向前改革的决心。但是这个做法却是引起着批评。议员陈兴基伫咧17号总结讯的时阵，就来要求嘉北国小的校长柯中和爱立即说明。陈兴基痛批校方的做法，亲像是爱犯错的学生游街示众，处罚实在是不够恰当。怎么叫做亲善大使？什么叫做好品德亲善大使？什么叫做健康上网亲善大使？交通安全亲善大使？来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学会是希望透过那个这样的宣导，由亲善大使去做宣导的活动，然后让他们自己的观念化自己的行为，去改变他自己那种就是可能上网过度啦，或者是说他。不管嘉北国小校方要求犯错的学生都要做品德大赛，搁得爱征求无共班级的20位同学签名。刚以市员陈兴基要求校长柯中和立即说明。如果这个囡仔若发生，比如讲我同骂，我同伊骂，好，你就是爱亲善大使，这条大牌的哦，搁袂当到伊班级签去了哟，就爱去宣导，然后要20个小朋友来签名，然后这个才能拿起来哦。而且完之后，你知道这个小朋友已经有犯错，后你叫他去酸得酸料，你没有让他给牛奶吃，又奖状给他，这个到底是什么教育呀？我们只是希望孩子阳光赎罪而已。原本是希望让学生有改革的勇气，却没想到引发着议员痛批。嘉北国小校长柯中和坦承，政策制定过程思考不够周全，引发学生家长反弹了后，已经马上改正。最新新闻，张玉平、王小三、嘉义市采访报道。